一进来的时候看到你会觉得哎好羞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情人节带你去吃牛排。你好，我是明明。我叫 Ryan。 我觉得你蛮高的，你应该有17。我是算骨架偏小，我大概165左右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。OK， 第一个问题，我喜欢的女生类型：一、浪漫甜蜜；二、外向；三、成熟。那我想一下我的好了，我是外向，所以我猜外向。我比较喜欢成熟的。错。OK， 那从这边好了，腮红。可以。我的天哪！反正你都已经很美，所以画不好看还是会很漂亮。谢谢。OK， 那我换我问你我的问题，你猜猜我喜欢的男生类型？第一个是单纯。第二个是很壮。OK。第三个是很高。我觉得应该是高。恭喜你答错啦。哎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身高还好，但我比较喜欢第一个就是简单单纯的男生。那我就帮你来画这个。那个是头皮蜜粉。试试看。好酷哦，这个。没有用过这个是。对啊。然后我就涂在那个比较前面的地方好了。好啊好啊，涂在前面。好，有了吗？有，不要涂太多，这样自然一点。那换我问问题，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 My first impression。 一，很凶。很凶。对。二，很成熟。三，很好相处。虽然我想选三，但是因为你说你喜欢成熟的，所以我就猜成熟。错了。又错了。我觉得你很凶。很凶。可是其实没有，后来我发现你好像是很好相处的人。哎，真的是会说话。好，打错。我觉得最简单的好了，口红。我喜欢颜色很明显的。这会不会太红？不会，我蛮喜欢的。好，来哦。它颜色很好看。OK， 哎、欸，很好，很好。我觉得我蛮厉害的。是吗？等一下你自己看。好，然后换我问喽。我对你的第一印象，第一是很好亲近，第二是很高。第三是运动型。二，很高。很高。对。哇，答对了。耶、yeah, ，所以我答对了。对，所以不用画。不用画，耶、yeah。好，如果情人节的时候可以跟你在，不是在一起，如果可以跟你一起过的话，我想跟你去哪里，然后做什么？一，跟你一起去爬。抹茶山看风景。对。第二，去澎湖度假。第三，在家一整天看你喜欢的电影。抹茶山。好，答错了。怎么会？可是我最想要现在的是去澎湖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要选吗？还是我选？好啊，是眼影。好，我选了粉红色。可以用刷子。好。来，嘿，很厉害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厉害。好。好。好，我的题目了。我觉得你会喜欢。如果情人节一起过，我想跟你去哪里做什么？第一是去淡水看夕阳，第二是去西餐厅吃牛排，
第三次去看电影。我觉得是二。西餐厅吃牛排。恭喜你答对了。哦耶！连对两题。好，继续。哪一句是我想对你说的撩妹情话？嗯，我都来了台湾12年，等了很久，你怎么可以现在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呢？害羞。好，第二。今天能遇见你，我觉得是今年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。第三，我不要说话了，只是想要看你多一点。你觉得我比较想要对你说的哪一个？三。答对了。耶、yeah, ！终于终有对了。好，换你。哪一句是我想回应你上个问题的答案？第一个是你也很可爱。第二个是可以啊。第三个是我也这么认为。我觉得三。我也这么认为。对，答错了，是二，可以啊。没关系，我只是要你帮我画。好、哦、好，看他应该是哎，这是润唇膏，润色唇膏，还有颜色，还有红色的。对啊，我觉得男生如果皮肤白白的，然后浓眉大眼再擦这个很好看。你抿一下，会不会太红？不会，我只有用一点点而已。OK， 是好看的。继续哦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。嗯，你觉得我是哪一种类型的男生？第一，如果我爱你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比你爱我多了一千倍。第二，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是一个蛮无聊的人。第三，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把所有的时间给你。我猜第二个。错。有错。答案是一。又要被化妆了。另外一边的原因。我今天蛮适合你。如果你不喜欢，对不起。可是我是觉得还 OK。那就换我问咯。好，最后一题。我是哪类型的女友？第一个是掌控型，第二个是体贴型，第三个是黏人型。一。你不是一。我自己觉得我是体贴型，所以呢要帮你画了。好，我选好了。那是什么？遮瑕笔。而且遮瑕笔还蛮遮的耶。是啊，它这样很轻薄，也不会对肌肤有负担，好方便。准备好了吗？其实蛮期待的。好，我看。哎，其实还不错哎。还不错啊。哎，你刚遮的还很厉害。然后画你的口红比较明显哦，是不是？男生画点口红蛮有气色的。我第一次，很好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很棒，好，换你了。韩剧男主角。你会紧张吗？是，我觉得很 OK， 我觉得你会喜欢。是什么表情？哇，我第一次两边眼影画不同的。可是你会觉得颜色都好看吗？嗯，我觉得这边比较喜欢，但我蛮喜欢这口红的。耶、yeah ，感觉很亮，又很年轻，很有气色。啊！等一下，什么表情？啊，我很对不起，觉得网上给太多了。为什么给我93分？就我觉得你的外表很像是韩国欧巴的那种型，而且加上你的身高又很占优势，个性上也还蛮风趣的，就是相处起来是还蛮舒服的。其实我刚一进来的时候看到你，我会觉得哎，好凶啊。有一点怕，
可是我觉得外表的话我蛮喜欢的，也蛮好相处。没关系，我们情人节就是带你去吃牛排。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。